数位身份证搞砸，当初讲说要赔4亿，然后他说没有假新闻，没有全民买单，啊，然后现在跟你讲2点多亿，然后说这还不算全民买单，因为钱不一样。啊，那我陈建仁，我问你，陈建仁，所以2.8亿是谁要出？陈建仁，2.8亿谁要出？陈建仁，2.8亿谁要出？我管你几亿啊！2.8亿是谁要出？谁要出？啊，不就是纳税钱吗？啊，纳税钱叫什么？啊，纳税钱叫什么？纳税钱是不是叫全民？啊，2.8亿是不是全民买单？啊，不是4亿，是不是也是全民买单？啊，钱从哪里来嘛？啊，到底工厂啊？这家伙真的是。这我没有看过这种，这厚颜无耻之极。哎呦，我有看过了，我有看过了。你不要学的那么像，好不好？哎，不是啊，这叫我越来越皮耶。这有什么好？这有什么好变的啊？啊，连这个都要变是怎么样？不，这有什么好变的啊？我们原本是4点多亿啊，我没有全民买单啊，现在2.8亿了，也不算，它不算，因为我们钱不一样了。对于这一个数位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呢，不是各位，你们没有听懂问题。他之前被问到说数位身份证要全民买单，他说是假消息，说是假新闻去驳斥，结果现在证明我们真的要出2.8亿，然后他跟你瞎掰说，因为当初讲的是4点多亿，所以不一样，不算全民买单。就希望能够在2.8亿以下，所以上次讲的跟这次讲的金额呢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一个数位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牵涉到个人资料保护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会来审慎的研议这个设置的这个情况。那到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顾虑呢，所以我们就是暂缓执行哈这一个数位身份证的情况。但是对于新式身份证是否有需要呢？在各界的这样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按照宪法法庭的解释哈，我们需要对于个人资料的保护呢提供设立一个独立监督的这个机制。是各位啊。你看这个死样子，心情会好吗？真可怜哎，连这种小事都处理不好，然后也要说谎。那我们也在筹备。你赶快啦，你去加入民众党啦。那所以未来很适合你啦。翻篇了，好了好了，翻篇了，不一样。我们会再跟相关的部会哈来讨论是否有设立这个新式身份证的这个必要性哈。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会继续来研议，然后来看看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谢谢。昨天提问苏丹红事件，立委炮轰食药署法官失灵，边境查验人力5年只增加一人，院长。哎呀，各位，我少掉一个人了啦，还有吴秀梅嘛，吴秀梅嘛，就之前瘦肉精那个吴秀梅嘛，各位还记不记得食药署说验出瘦肉精的那个吴秀梅嘛？啊，吴秀梅那边瞎掰嘛，各位还记不记得？然后爆苏丹红之后装死嘛。啊，只是他太小咖了啦，算了，懒得理他了。食安五环破功了吗？好，从大陆进口含有这一个不啊，未看先猜啊，都大陆的错，都大陆的错，食安问题都大陆的问题，台湾没问题啊，反正就全各位，我讲了，我听他第一开场这个屁话，我就知道全部都怪中国了，你等着看啊，他全部都怪中国了。而且陈建仁，你是87是不是啊？民进党讲中国大陆，只讲中国不讲大陆的。民进党讲中国大陆，只讲中国不讲大陆，讲大陆就是卖台，你不知道吗？对民进党来讲，你怎么会讲大陆呢？查验人力5年只增加一人，院长认为是食安五环破功了吗？好，从大陆进口含有这一个不应该添加物的这一个辣椒粉进来以后呢确实造成国人在食安上相当的关注。这件事情呢在卫福部呢已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从这一个
抽批检验呢进入了逐批的检验。那在今年二月开始呢，我们也卫福部以这个地方的卫生局呢也加强哈、这个所有的这个稽查，那所有含有不法添加物的这一些情形呢，我们都已经要求他们务必要下降。当然食品安全的维护呢是相当的重要，那也确实有需要精进的地方。刚才提到有关于资源不足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加强这一个。这个白痴哦，你在讲什么废话吗？哦，我们苏丹红哦，第一点中国的错，大陆来的。第二点哦，我们会加强。哦，第三点，哦，那地方政府叫我们加强。第四点，哦，我们钱不够多，我们要再多花一点钱。什么意思啊？就这样哎、跟我讲完了，他不用讲那么多废话嘛。提供足够的资源，中央跟地方要合作，政府跟民间要合作，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让食安的工作闭嘴啦，更加的精进，那有更好的 SOP 来确保这个食安能够做到更。我就说你加入民众党嘛，你看 SOP 都出来了。那我也在这里再强调在这样的一个努力当中，我们该查努力。国民党团推藐视罪，国民党团拟推国会改革无法，其中藐视国会罚最重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院长认为是否恰当？行政院对于立法院的质询在施政上需要负责任这件事情是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很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呢来做这个相关的施政的报告，还接受必要的这个质询那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质询的过程当中一向都很尊重国会，还有陈建仁说他很尊重国会。你要确定呢？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